忘了兄弟，听我的话，赶快离开。离开？为什么？因为凄凄零零，一片凄然，心安静。是皇上。是啊，是皇上。他这一天都还一句话没说。今天晚上像这样的夜色，皇上一定在深深地思念着杨贵妃。原来思念一个人竟是如此凄惶。所以你必须马上离开。别忘了，是你让皇上赐死贵妃娘娘的。我只是代为传话而已。再说了，皇上他说过不会追究的。你想想，贵妃娘娘是皇上最爱的人，就在他眼前被人逼迫而死。兄弟啊，我是最了解皇上的。皇上对这件事绝对不会隐忍的。秦大哥，说实话，我早就不想当这个都尉了。可是皇上现在这么凄凉，我还真有点不忍离他而去。莫雷兄弟，你放心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夏姑娘现在伤势未愈，受不了舟车劳顿，我陪她在这里休养两天就会离开。嗯，好。你在笑什么？没想到你还会做这种事情。我不太会做了，可是铁木洛那个小子他一出去就不回来了。哎呦，坤坤啊，你帮我做一件事好吗？可以啊，什么事啊？帮我送封信到九院，告诉我姐夫安妮叛军的具体情况，当他跟叛军交手的时候，心里面也好有数。好，明日天一亮我就帮你送。嗯。外面好像在下雨。啊？我帮你关窗啊。哎，不用了。你带熏了吗？我想听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已经先去，
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才是啊，啊，千万不要过于悲痛。皇上，朕心中之恨难以消除。皇上，你要真是心中有恨，您就处置老奴吧。皇上，您可千万不要郁结心中，伤了您的龙体啊。皇上，皇上，马嵬坡之事，朕不会怪你，但是那个铁木勒身为禁军都尉，带头作反，逼死了贵妃。朕不会放过他。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。你怎么老是来去匆匆啊？哼，等我从九原回来，咱们再去喝酒，一醉方休吧。不用等你从九原回来，你就在九原等着我们吧。等夏姑娘伤势稍好，我就送她回九原。好，那咱们在九原喝酒，喝个痛快。好啊。驾驾驾驾驾。又有什么紧急军情啊？你们猜猜，这封信是谁写给朕的？不用你扶了，我自己来。我就不信受了这么点伤，我几天都站不起来。不用你扶了，我自己来。你这脾气啊，倒跟空空儿真是一对儿啊。你说什么呀？空空儿呢？走了。走了，过两天等你伤好了，咱们也该走了。摩勒，伴君如伴虎，我看贵妃之死，皇上迟早要找你报复。铁都尉，皇上传铁都尉觐见。好，好。哎，公公你先走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是。摩勒，我觉得有些蹊跷，皇上为什么要见你？不要去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皇上要杀我也不用找人来叫我，直接下令就行了。哎呀，我看这皇上未必会那么光明正大。铁摩勒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两天将士们都还安稳吧？谢谢皇上关心，这两天大家都好。那就好啊。当日在马嵬坡，朕的确是受了不少惊吓。皇上明鉴，其实将士们只是对杨氏兄妹不满，并没有要惊动皇上。当日多亏你安抚将士。来啊，
给铁都尉赐御酒三杯。遵旨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当日并没有立功，不敢领受皇上的御酒。哎，铁都尉，你当着安抚将士，将一场兵变消弭于无形中，怎么能没有功劳？朕赐你御酒三杯，你不必过谦了。铁都尉，你犹豫什么？皇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哼，皇上，别再叫我皇上，我现在不是天子，而是太上皇。为什么？太子已经在灵武继位，做了大唐的皇帝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朕老了，老得太糊涂了，老得把长安都丢了，这是朕该有的惩罚。只是你不该勾结太子，给我背后一刀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皇上，你错怪微臣了。微臣跟太子并没有什么交情，更说不上什么勾结。哼，当日要不是你跟太子一唱一和，延长好戏，朕怎么会把他留在关中？朕不把他留下，怎么会有今日之变？说来，朕这个太上皇都是拜你所赐的。你真是老糊涂了吗？大胆铁木勒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你是要反了吗？我偏不死，我才不要做你这昏君的忠臣呢。秦大哥，后会有期。你摩罗怎么样？皇帝老儿好阴险，果然想用毒酒害我。什么？我是料到会这样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。走。太上皇有命，铁木勒下凌霜谋反弑君，即刻拿下，违命者格杀勿论。窝囊，对内却是一把好手。皇上，
铁都尉千错万错，罪无可恕，但请皇上念在他当日为皇上舍身挡箭、救驾有功、忠心耿耿的份上，请皇上饶过铁摩勒。不要再叫朕皇上，改口叫太上皇，朕都已经习惯了，怎么你们还不习惯呢？求太上皇饶过铁摩勒不死吧。哼，当日朕求你们饶贵妃不死，你们哪一个动过半点恻隐之心？今日太子逼朕退位，你们的重心又到哪里去了？你们一个个都反对朕，都背叛朕，朕也是人，朕也有爱恨情仇，朕也要报仇雪恨。铁木龙逼死贵妃，串通太子篡位，不杀他怎消心头之恨？皇上，太上皇，太上皇驾到。参见太上皇。太上皇有令，此前有谣言称铁都尉意图谋反，经查证纯属误传，现正本清源，铁都尉官复原职。谢太上皇。铁都尉请起。这件事朕不怪你，只怪朕差人失当。既然误会已经澄清，朕还有要事叫铁都尉去办。太上皇有何吩咐？你与夏姑娘一起先行入蜀，为朕安排打点一切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出发吧。是。嗯，太上皇有旨，羽林军退下。铁都尉，你在此等候，马即刻准备好。等等，牵我的黄骠马来。牵秦将军的黄骠马。秦大哥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骑着黄骠马带着夏姑娘一起走吧。秦大哥，我叫你快走。秦大哥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不能走，你留下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秦家世代忠良，太上皇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无论如何都会留我一条性命。铁兄弟，你放心的走吧。秦大哥，走。秦相，现在就放下刀，难道不怕朕派羽林军追上他们吗？太上皇金口玉言，怎么会出尔反尔呢？太上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秦相，
你好大的胆子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，我秦香一直对您忠心耿耿，绝不敢对太上皇心存半点异心。今日之事，实属无奈，还请太上皇明鉴。秦香，你如此犯上作乱，还敢说自己忠心耿耿？秦香若不如此，史官们将秉笔直书，千百年之后，人们还将记得太上皇恩将仇报，诛杀忠良。好一张利嘴，太上皇。秦香，就算朕明白你的用意，但绝对不会宽恕你的所作所为。太上皇，秦香今日铸成如此大错，臣自知罪孽深重，臣无颜面请太上皇宽恕。只可惜我秦家世代忠良，今日秦香竟然如此大逆不道，实在是愧对祖宗啊。秦香此事别无他愿，但求太上皇保住龙体，带领我大唐子民早日消灭逆贼，早日收复我大唐河山。太上皇，秦香先走了。太上皇，这……厚葬他吧，就说是暴毙。降也不是办法，得找个有水源的地方。降，地魔了。秦大哥，他不会有事吧？想来太上皇不会轻饶的。不过秦家有免死金牌，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希望如此，我们还是快些上路吧，说不定等会儿就有追兵追来了。好。空空儿，你怎么回来？新皇帝在灵武登基，你姐夫前去灵武协助新皇帝了，我怕你们不知道，所以便回来通知你们。令公听说你受了伤，让我带着药。给你。
那个杨国忠还是要作威作福啊，这是一声令下，要那两个士兵互相打脸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嘿，那两个士兵心中悲愤，但无可奈何呀，怎么办？打吧，只好互相给对方几个大耳瓜子。但杨国忠还不满意，自己拔出了刀，过来要杀他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只大手钳住了杨国忠的手腕。你们猜是谁呀？他就是铁都尉。你知道铁摩勒的下落？不，我一个落魄的说书人，怎么知道这等神人下落？哎，姑娘，你认识铁都尉？姐夫，凌霜，你怎么样？姐夫，我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多亏了你的药。哎，这位想必是铁摩勒铁都尉吧？铁摩勒见过郭令公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都尉了。令公，我想请问你，你有没有秦香秦大哥的消息啊？哎，我刚刚收到一报，说是秦将军突然暴毙了。秦大哥，摩洛，摩洛。凌霜，难道秦将军之死有什么隐情吗？在马尾坡，将士兵变，杀了杨国忠，逼死了杨贵妃。这事儿我已经听说了。皇上，也就是现在的太上皇，他迁怒于铁摩勒，要杀死我和铁摩勒。秦将军他迫不得已，挟持了太上皇，才救得我们逃生。但是我和摩勒万万没有想到，秦将军自己却……秦大哥，摩洛，你要去哪里？难道你真的要去刺杀？摩洛，
于百姓而尽力。安禄山反叛，西游这人阻止不了，潼关城破，西武之人守不住，百姓受难，西武之人救得了第一个却救不了第二个。我甚至救不了自己最亲的人，我的义父，我的姑母，还有秦大哥，他也是被我连累的。如果不是我，秦大哥根本不会死，我根本不能救人，我只会害人。有时候想啊，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啊。啊，习武之人呢、啊、有什么用处啊？摩洛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哦，你来了。摩洛哥哥，啊，我给你熬了鸡汤，你尝尝吧。摩洛哥哥，你说这碗有用吗？碗自然有用。那你说这碗，它除了装东西，还有别的用处吗？碗就是用来装东西的，它还能做什么？不错。既然你知道碗只能用来装东西，为何却要求学武之人救天下呢？万事不可强求，顺其自然才好。有些事情是上天注定的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，那样你会被压得喘不上气来的。夜深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也该睡了。皇甫前辈。哎，小子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
不知这次来灵武是否有要事啊？要事？哎呀，我游荡江湖能有什么要事啊？哎，小子，想不想跟我去切磋切磋呀？哎，看看看你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啊！走走走走走，跟我去，别犹豫了啊！走。哎呀，小子小子，你这几个月吃的饭都白吃了啊！武功不但丝毫没有进步，连从前学的都荒废了。哎，那我不想学武功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整天刀头浪尖的过日子，我厌倦了。哎呀，难道你连父亲的仇都不想报了？报了仇又能怎么样？我爹娘、义父、姑母，还有秦大哥也不能活过来，报仇又有何用啊？没志气，没志气！哼，是，我是没志气。前辈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学武到底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哼，学武之人，低了说可以保命，可以快意恩仇；高了说可以掌握大权呐。哎，小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武功代表着权力，而权力呢，能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，啊？乐趣，是啊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你想想啊，这普天之下都是你的呀，啊，人人都尊崇你啊，哎呀，敬你畏你，因你喜而喜，因你怒而怒，啊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、你的子子孙孙，都因为有你这样的祖宗而世代荣华，哎，史书上记载着你的大名。千古不朽，啊，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大的乐事吗？啊，我不明白。不明白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傻小子呀！嘿，哎，学武的意义不在于你能做些什么，而在于你的内心。啊，学武啊，能够满足你的欲望，你的武功越高，你能满足的欲望就越多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讲了。嗯，我教给你一套好玩的拳法绝招啊，绝招啊！嘿，嘿，打，嘿，打，嘿，用，啊！前辈，这是什么拳法？这拳法名叫撕心裂肺拳。好好小子，不错啊！那你出腿呀、啊！
前辈，这拳法杀伤力好厉害啊！哈哈，不错，正如其名，撕心裂肺。哈哈哈哈！前辈，这拳法我不能练，我控制不住他，倒像是他反过来要控制我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自己足够强，自然就能控制他。人心之中什么最强烈？求生的本能最强烈啊！你要听从自身的召唤，明白吗？啊！那一句话。